来来来，辉哥，嗯，光喝酒太没劲了，咱们要不玩点刺激的？好啊，你有什么刺激的项目？这个你忘了没？那个收起来，快！没事儿，你们那边上班啊？操之过急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说觉得他妹妹好像都有点意思。小金，还没吃午饭吧？后辈开除了，哎，你真撑。 开除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我跟飞得开除你，之前还好好的。你俩给我站住！是这小妞吗？就是她，你们想干嘛呀？看吧，你赶快走！啊，快走啊！这小薇哥，快！啊，喂，哥，快救我！正在公园。你俩都什么人啊？不认识，好像是我佳佳来的。兄弟，多亏你了。那个，要不你先送佳佳回去吧。 兄弟，跟我一起回去吧。期多久了？一年多吧。这样，你以后每个月挣的钱啊，我就给你必要的生活费，剩下的钱我帮你保管。我这眼要是上来了怎么办呀？我可以给你冰。警官，什么事儿？后备箱里有东西吗？有啊，有两个包裹。能打开让我看看吗？警官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石膏像。刚才看到警察临检的时候，我看你挺慌的。我就猜呀，这包裹里装的不是石膏像，而是能够让你发财的东西。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冰吧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、啊？